这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食物中毒的一个状况哦。啊，包含这个我们这个业者了哦，其实他自己自身在这个3月22的时候，哦，也是事发已经有事发的时候，他当时他自己的爸妈有到店里面去用食用餐，然后用的也是果条，果条没有用完也是带回家吃哦。然后甚至业者他自己在3月24里面呢，哦，在已经卫生局第二次稽查的时候，他也是在现场哦，有要这个厨师去做炒一个果条，然后也去做一个食用哦。所以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说明的事情是，不管是业者也好，或者是消费者也好，在这个怎么会发生中毒的这个事情原因查明之前哦，每一个人就是对这样子的食安都会很有恐惧啊。所以说我们在这边呢，针对今天的这个检方他的一些讯问哦，还有在这个警方那边的问的一些内容呢，其实我们都非常的积极的配合做调查。那甚至呢，在这个申请调查证据这边呢，我们也有给这个检方这边一些建议，然后希望早日呢能够厘清这个案件到底发生的这个真相为何。那如果说大家提到相关的责任的话，那我们先看这个案件的结果怎么样，那后续的责任的厘清的这个判断，等到后续再跟大家做报告。那今天大概就先这样，谢谢各位辛苦了。小心，小心，再往后退哦，不好意思。保险是本来就没有。来，柱子到了，小心。来，后慢慢退好，谢谢。再保保险。来，再退好，不好意思，再退一下，再退。柱子到了哈，小心，小心。来，再退哈。共同社会的分。来，再退，不好意思哈，再麻烦退一下。两条人命是要保命的。来，再退哈。我这边都有。食材管理方面，不好意思，再推一下哦，谢谢。来，楼梯要到了哈，别小心哦，别楼梯麻烦到了哦，来小心。左边，来，我这边，我这边，给他过，给他过。哇，见过笑，哎，小心小心，来慢慢退哈，慢慢小心哦，小心，食材管理的状况，来慢慢退哈，小心哦，后面有柱子喽，后面有柱子，后面小心，后面柱子，柱子小心哦，好 ，OK， 哎，小心小心，直走就好，直走，直走就好，直走就好，小心，小心柱子，我们要辛苦食材上，来小心门要到了哈，小心，到门口到门口了，那边退，死了这么多人，有没有话要说啊？左转就可以了，左转。小心，后面楼梯。楼梯好。来，后面楼梯小心。来，楼梯小心。楼梯。啊。
针对哦，他既然是企业的这个经营者，然后针对造成的这些风波，包含说有消费者有往生，然后有在这个加护病房，然后甚至有消费者有很多的恐慌，甚至很多的这个社会大众对这个案子的一个关注跟紧张哦，在这边呢，这个业者哦，先跟大家致一个歉哦，造成大家的慌张，真的很不好意思。然后另外跟大家报告，大家很关心的就是说，有些人会提到赔偿，有些人会提到责任，有些人提到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哦。所以说在这一个案子里面呢，这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食物中毒的一个状况哦，包含这个我们这个业者了哦，其实他自己自身在这个3月22日的时候哦，也是事发已经有事发的时候，他当时他自己的爸妈有到店里面去用餐，然后用的也是果条没有用完也是带回家吃哦，然后甚至业者他自己在3月24日里面呢，在已经卫生局第二次稽查的时候，他也是在现场哦，有要这个厨师去做炒一个果条，然后也去做一个食用哦，所以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说明的事情是，不管是业者也好啊，或者是消费者也好，在这个怎么会发生中毒的这个事情原因查明之前哦，每一个人就是对这样子的食安都会很有恐惧啊，所以说我们在这边呢，针对今天的这个检方他的一些讯问哦，还有在这个警方那边的问的一些内容呢，其实我们都非常的积极的配合做调查，那甚至呢，在这个申请调查证据这边呢，我们也有给这个检方这边一些建议，然后希望早日呢能够厘清这个案件到底发生的这个真相为何。那如果说大家提到相关的责任的话，那我们先看这个案件的结果怎么样，那后续的责任的厘清的这个判断，等到后续再跟大家做报告。那今天大概就先这样，谢谢各位辛苦了。李先生有什么事情要对大家说？李先生有要回应的吗？你要大概讲一下。前面有